台长。你好。哎，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台长你好，哎呀，真打通了，哎呀，太感恩了，感恩感恩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其他话少讲，赶快问。哎，台长，我想看看我女儿的婚姻好不好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0年属马的。他找了一个对象男朋友，不知道他好不好。一般的，这个男朋友控制得住他的，他傻傻的。他那男朋友属蛇的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这个男朋友能够控制他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控制他。啊，有根绳子牵住他的。这个男朋友好不好的不好？我现在看你女儿，好不好啊？我没说看他，现在你要看他就是第二个了。现在只能看你女儿的，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女儿这个人没有主见的，听不懂啊？哦。这个男的嘛，应该说只有60%好的。哦，60%好的。啊。这个人他也带着去跟那个去参加那个法会，跟新加坡法会和日本法会。啊，60%是好的。哦。明白了吗？哦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男的有一点习气不是太好，要叫他慢慢改的。什么不好？习气。啊，脾气不好啊。习气，习气，就是习惯。脾气不好。啊。脾气不好哈。哎呀，我的娘哎！好了，就是算脾气不好吧。习气，那就是不能结婚是吧？谁告诉你的？我说的，是台长，是我说的。谁说不能结婚的啦？能结是吧？他还行哈，60%。啊，60%！你现在看看，你女儿跟他没多少时间，现在两个人整天粘在一起，还看不出来啊？啊，他俩是挺好的。啊，挺好，挺好了嘛就。哎呀，这很好了嘛，就接下来嘛就动动小脑筋啦，做做小坏事啦，就开始了。哦。啊，那是什么办法？只要这个男的还过得去嘛就好了，管不了这么多的。哦，就行了哈。过不去嘛就是过不去嘛就再说，现在还过得去我看。啊，现在还能过这个，我就想叫他们白头到老，能不能长久白头到老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一块休息。看看你自己白头到老不啦？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自己自己想想自己了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要求人家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白头的，白头到有，到老没有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听得懂，台长。哈哈，我现在叫他俩也能好好修行。哈哈。